my name is Kevin Wan。如果你在拍影片 ，Hi, my name is Kevin Wan。如果你在拍影片，那有一半的重点都是在声音上面。如果你的声音听起来像这样子，你觉得还会有人继续看你的影片吗？我猜应该是不会啦。声音听不清楚，那你表达内容就听不清楚，你上字幕也没有办法挽救。所以今天呢，有一个厂商寄给我一个小小的无线麦克风，让我来开箱跟大家分享。这个就是我们的 Magipia 美极品的双麦好收音无线的麦克风。OK， 所以我们的盒子里面，就有两个麦克风，还有一个接收器，就是插在你的手机使用的。那OK， 盒子里面还有附给你一个小小的收纳袋。OK， 盒子里面还有附给你一个小小的束口袋。那盒子里面还有附给你一个小小的束口袋，还有一个是。盒子里面还有附给你一个小小的束口袋，还有一个产品的说明书。OK， 盒子里面还有一条 USB Type C 的一转二的。OK， 那盒子里面还有一条 USB Type C 两头的充电器，就是一个 Type A， 两个 Type C， 可以让你一次充两个麦克风。好，就这样啦。那盒子里面还有一条 USB Type C 的充电线，那这个是一转二的头，就是一个 Type A， 两个 Type C， 所以你可以一次同时通。OK， 那。盒子里面还有一条 USB Type C 的充电线，那这个是一转二的充电线，所以你可以一次同时充两个麦克风这样子。好，那盒子里面就这样子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开心使用一下我们的麦克风，看看到底效果怎么用了。